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《七星传 Re-Rise》。《七星传 Re-Rise》是一款美少女即时战斗手机游戏，故事讲述着灾害降临，玩家在回家的途中遭受攻击，就在神秘黄衣少女相救下，辗转来到了七星界，邂逅一众历史与神秘人物。在种种的谜团下，玩家在冒险中都会逐一揭露。一开始，玩家可以选择一个超越者，在曹操与李世民当中选择一位，而另外一位则是会在七日内登录获得。游戏的主轴采用回合式指令战斗，玩家需要编排不同的超越者，按照敌我双方的行动条释放技能来做调整。每个角色可以使用三种攻击，普通攻击、技能还有必杀技，而玩家一开始就可以使用最强的必杀技，只需要等待 CD 时间就可以了。而这些美少女分别来自各个职业、属性、角色定位、阵营和复杂多变的装备与技能组，都在考验玩家排兵布阵的技巧。结合了多重宇宙与克苏鲁神话的史诗般神话篇章，在剧情上面也有丰富的故事内容，也会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挑选，玩起来很有 RPG 的感觉。后期还可以与美少女培养感情，在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也会有不可描述的事情发生。目前游戏是台版测试当中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，我们要开始。我们今天玩这一款游戏叫做《七星传》，它目前的话在 QOO 是测试当中，然后是中文版的，所以我们赶快试看看吧。因为其实《七星传》应该之前有出过日文版，但很可惜，中文版的话目前都还没上市，所以测试版的还不错。我们现在试看看哦。好，这应该是做一个教学。声有点大，这样子好。战斗画面有点很普通，小普小普。他一开始有两个人物可以选啊，曹操跟这个李世民，反正选谁也都没关系，后面都会得到。有四种属性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必杀技之类的。有必杀技，就三种技能啊，普攻，然后技能外加大招这样子。两个回合嘛，就没关系。两个回合的战斗，所以我们就把大招都用一用吧。铁拳的制裁，没有，我以为有一级必杀。然后气是不是不够啦？帅。它其实应该是可以那个吧，应该就是加速啊，应该是可以加速，但一开始还不行嘛。哎，可以耶，我们把它加速一下。然后 auto 新手指引还不能用 auto， 要等一下。然后加速了两倍速之后，战斗起来就轻松多了。刚刚那个节奏有点慢。来召唤，免费召唤，流血是十连吗？哦，有两个人物的部分是战魂卡跟人啊。然后哎，所以剧情就这样子吗？好，我们现在看主线剧情，那接下来后面还有一些任务。
看一下它的剧情。不过七星传好像有一些就是另外一种另外的版本，算是18以上的版本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。嗯，又出现了。完了，我要走了。氛围感其实不错哎。虽然说这个画面有点就是没有到那么好啦，我觉得他的那个，我觉得他的画面都用在别的地方。剧情也不错。这一段很日式啊，必须别啊别啊！哇，这剧情蛮棒的。好，我们先从第二段吧。好，第二段的话就是开始上阵了吧。总共有多少 K 人上阵啊？我只有一个李世民，还有一个没了吧。排错位置了，法师应该在后面。他死啊！哦，很棒！好，然后两场战斗。他有很多元素攻击耶。
好，接下来就只能面对 BOSS 了。哦，你直接干掉。战斗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我觉得剧情跟这个玩法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领，然后召唤一下，对不对？要2000，新手要2000，先一个免费吧。后得到一个 SR 罗兰，但这个是人物还是卡片？人物，不错不错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有送东西，有，太棒了！这个什么东西？可以进行一次十连，太棒了！我们再继续一下，有新手啊，不用。来一个新手十连，新手十连，我觉得有机会，就是大机会抽到 S， 对，刚讲完抽到拿破仑。太阳王路易十四，上3000信。哇，这么多人哦，十连这么多 SR 哦。啊 ，R 级的服部半藏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我们可以期待就其他的版本。我有一个叫李自成的感觉，那个，对。好像很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，我们也不需要什么重新召唤了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编程一下。拿破仑站前面了，对不对？双刀拿破仑啊，罗兰。路易十四，等一下哦，那个怪物跟他讲说给，我们要看能不能跟这个超越者培养感情。剧情蛮好玩的。哦，这次的人物很多了，可以自动吗？